首歌夏天，走在白色沙滩，记忆中浮现起你的画面，似你从不曾改变。看那星光灿烂，午夜并不黑暗，曾经孤单让我更勇敢，梦想不需要折返。骄傲的少年，背后议论长辈，议论教练，这是一个好人该做的事吗？我追他了，追他十几年了，怎么了？丢人吗？不好，丢人。告诉你们啊，校长给主任施压，我呢就得施压你们。我刚才上来的时候，谁呀？谁？你们干嘛？不用怕，来，躲到我身后。有个锣，没有啊？有锣，我们朋友丢了一个锣。不是我是成年人，别动，我在呢。没钱，这就是个锣。打扰了，谈谈条件吗？哎，我是男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感受到了。你的内心就是一个 rocker。谁？雪的新书包，有人给你拿。你穿的花车衣，有人给你拿。我终于想，我有梦想到开花，追逐的听说每个女孩子都有一个找摇滚歌手当男朋友的梦想啊！你倒好，也有心灵了，我已经过了叛逆期了。陪你熬夜聊到老天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出你领主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吃吃吃心里彩虹告诉我的存在，生命真实何在，我和你的崇拜，希望看见英雄奇迹般的色彩。好，非常好啊。咱们花游队呢，专业是运动，但是也是表演，所以呢在表现力上咱们是胜过其他运动员的。我相信你们大家在这次比赛上一定取得胜利。吴佳，你有没有觉得
咱们光这么唱有点单调啊。不这么唱怎么唱？你躺那儿唱。我听他们游泳队的人说，他们还请了乐队呢。是吗？请乐队了。我也是听一个师哥说的，但我再问他就说到时候想给大家一个惊喜。请乐队得花好多钱的，咱多穷啊。没事儿，别害怕，要有信心，咱们呀不用花一分钱也照样能让这帮小子成为手下败将。好，加油加油。这是情窦初开呀、啊、还是觉得我好啊？听说你们游泳队给合唱比赛出一惊喜、啊、绯闻，绝对绯闻。我们游泳队绝对是按照你们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按部就班的排练，不会有任何花样，你放心。请乐队了？不是，你这都听谁胡说八道啊？我们队费都让我拿去撸串了，我哪有钱请乐队啊？什么级别乐队啊？管弦乐。我记得咱学校小礼堂也没这么大地儿。小敏同志啊，小敏同志啊，啊，小敏呐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这个打探敌情不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好作风，我要批评你。我要是你呢，我就想办法提高花游队的整体水平。嗯，合唱比赛最强劲的对手就是花游队。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嗯，刘洋洋在，程哲海到。因为你们有很丰富的潜伏经验，所以我命你们为特务科科长、副科长，潜伏到花游队进行潜伏工作。遵命。是，有道理。嗯，对不起，我话没说完。嗯，没事。刘佳宇，哎，到。因为你和花游队的队员杨梦朵有说不清的暧昧关系，所以我命令你在比赛期间禁止靠近花游队的势力范围。啊！行动，走动。6 7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3。还真干到大半夜。别说话。还跳上了，人家在水里都能跳，更何况在岸上，正好发挥人家特长。跟那个第二个，这姑娘身材好啊，在我心目中直皮优丹呀。怎么了？咱们呀要打起精神来，咱们在这种文艺活动上绝对不能输给游泳队那帮小子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好，咱们得加油啊！好，继续。我们也被秒杀了。陈世海呢？没跟你一起从宿舍出来吗？他跟我请过假了，说要准备点东西。准备东西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昨天我俩去刺探敌情，差一点我就被吴教练发现了。那么高的楼梯，差一点就摔下来了。我打个电话要不要人了？叫我也去。乡亲们，别光顾着尴尬呀、啊！来，一人选一件，见者有份。我要动用队长权威，我要动用副队长权威。就知道你俩无聊透了。
来，给咱选，来，快，杨洋你先选，我先选。哎，这个行了，来一个。张若晨，我是不会带的。张若晨选手，你还记得我要是追平了我自己200米自由泳的记录，就怎么着来着？看着挺酷，要大家真能唱那么好 ，CCTV、MTV 都会给咱们颁奖。像歌曲曲目我们都定了，剩下的就苦练合唱了。好了，大家收收心，换衣服训练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走方阵是集体活动，不是展示你们个人。你们为了能让自己好看一点，在队伍里面左摇右晃的，你们知道在主席台上看有多难看吗？你们当中也有画幼儿队的吧？花样游泳就是集体项目，你们在练习的时候也都这样吗？只顾着自己，一点集体意识都没有。我们没有集体意识，尤丹，你好像没有资格这么说我们吧？我没有资格。吴教练让我三年前济南青年锦标赛，要不是因为你不听教练的话，非要在单人赛增加难度系数，结果失误受伤中途退赛，乐海队也不会因为人数问题而失去团赛资格。咱们到底谁更没有集体意识？怪不得吴教跟他好像以前就认识哎呀，这个该怎么画呀？今天是我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那怎么了？这个是图纸，涂色就行了。反正你都偷懒那么多次了，我也要偷懒一次。这油单藏的也太深了吧，连我都不知道。不过这个何甜甜也真的是啊，当那么多人面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油单这么多年什么都不说，一定是一直被这个事儿内疚。放出来盘子。终于机灵了一回。传递激情，共享奥运。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传授着一次相聚。每一段青春都会散发出不一样的色彩。我们都有梦想，在走进梦想的途中有很多的困难和艰辛。现在临时插播一首歌曲，请大家欣赏。这样还选学主唱，早着呢。他们几个不是多动症，就是面瘫。除了我，舍我其谁？看什么？
我发现你掉点眼泪还挺有女人味的。谁掉眼泪了？怎么，天天说我们是小屁孩，我怎么记得花游队那几个比我还小啊？被小屁孩说两句你就受不了了？我受不了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我自己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双人比赛，结果输了。和我一起比赛的那个人叫小花，他现在已经是省队的领队了。同志们，尤大夫对咱们好不好？非常好。张若晨同志，尤大夫有没有替你保密过？他有没有关心过你的个人健康问题？有。队长和副队同志，尤大夫是不是每顿加餐都是亲自送过来？试问整个乐海，除了咱们游泳队，谁有这待遇？尤大夫确实对我们特别好。是啊，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因为出生在游泳世家，所以对我们游泳队特别关心了一点。后来我发现他对我们是真的好。嗯，所以现在就是咱们报答尤大夫的时候了。今晚8点，25米池，不见不散。梦会不会说给了时间？
世界倾倒。有一天告别校园，我们没辜负这夏天，笑着哭红了眼，挥手再见。